小猪佩奇的迷你蛋糕。我来把它拆开。还是双层的，粉粉的奶油，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片儿，猕猴桃、橙子、苹果、哈密瓜、草莓、火龙果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樱桃。哇，水果真的好丰盛哦！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蜡烛，和4朵粉色的小奶油。那我们来把生日蜡烛点亮吧。哇，看来佩奇很喜欢这个双层的迷你小蛋糕，颜色粉粉的。哇，还会唱着生日歌。生日歌结束，我们来吹灭蜡烛，可以开始吃蛋糕喽。佩奇的双。